好，我们看十七题。他说：“阿瓦指点呢、啊，跟侄子哈，自禁止被同一电位差加速，然后射入呢一个均匀磁场里面，不计重力。下列何者的比是二比一？好，二比一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 A 选项，所受磁力的量子比。”那磁力量子比哈，我们知道这个磁力哈 ，Fm 哈等于 qv cross v 嘛，哦啊，它设定的方向一样啊，所以是夹角一样。好，那、啊、现在的话呢，那我们假设是直角，那就等于 qvb 了，大小等于 qvb， 啊 b 一样嘛，啊 q 的话是2比一。啊，速度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，它动量，它这个怎么呢？这个，速度哈、哦，动能哈、哦，二分之一 mv 平方的哈、哦，是等于那个 qv 的 ，rv 一样，所以速度呢跟什么成正比啊 ？q 除以 m 成正比，所以这个跟什么成正比呢 ？q， 那、啊、乘以多少呢？Q 啊除以 m 成正比，也就是说哈，跟什么呢？跟 Q 的三次方除以 m， 啊开三次方成正，哎开平方成正比，所以它的那个磁力哈，F alpha 比上 F 的 P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根号 alpha 的话，电能是二嘛，二的三次方。然后这个阿尔法的质量数是4，好，啊比上多少？比上这个直者是一啊，一三次方嘛，啊除以一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8比4，就根号2比1啊，哦根号2比1，所以 A 不对啊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。B 的话呢是说转动的周期比，那转动周期比啊 ，T 是等于2πm， 啊除以 qb 嘛，好，啊所以这个跟什么成正比呢？跟赫兹比的导数成正比，好，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就知道这个 T hour 哈以上 TP， 这等于多少呢？m alpha 是4啊，啊 q alpha 是2，以上呢直子的质量是1，电量是1，所以这是2比1啊，所以这是对的 ，v 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那再来看动能的比，哦，动能的比哈，这个 E k 的话呢，等于到电位能获得的 q v 嘛。所以的话，它是跟 Q 是成正比的，所以 1KR 吧，以上 1KP 哈，就等于 R 的那个电量2，以上呢值的电量1，所以是1比2，哎，所以是2比1啊，所以 C 也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 D 速率的比，速率的比我们刚刚好像有算出来，就是二分之一哈 ，mv 平方。等于 qv 嘛，那 q 一样啊，那所以，没有 q 不一样 ，v 一样嘛，所以 v 的话跟什么，跟到 q 除以 m 呢成正比。好啊，所以哈、啊，等于说，等于是那个的比哈、哦，导数以后再开根号，哦，因为 t 的话跟 m 除以 q 成正比嘛，那、啊、这根号根号 q 除以 m 成正比，所以是 v alpha 呢比上呢 vp 哈、哦。是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导数以后开根号，哦，颠倒一比上根号2，所以这也是不对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哈、哦，动量的比啊，哦，动量的话 ，P 是等于多少呢 ？mv 嘛，等于是 mv， 那 mv 的话可以把它写成根号呢 ，2m 一 k， 那一 k 的话哈、哦。可以写成 2m 哦 ，qv 嘛，所以这个跟什么呢？
MQ 成正比，也就是说 PR 吧哈，以上 PP， 这个等于多少？阿尔法是质量四，质量数是四，电荷数是二，以上一，所以是二跟它二比一，所以这也不对，所以答案是 B 跟 C。